你就是有没有像？鱼竿女神，鱼竿女干物女，干哦对对对，不是鱼竿，对对，我刚我没有 cos 鱼竿哦，没有，鱼竿是另外一个，对，突然想到，那你刚刚在拍照是不是有点搭到？我刚刚前面拍照，你说他们吗？对对对，他们没有在拍啦，假的对不对？假的，假的对不对？我刚刚只是随机路过搭讪一下他们，我想说奇怪，一群人拿着相机对着下面，有什么好拍的这样子？对啊，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虚拟偶像，然后是出来，然后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后面那个舞台呢，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互动，所以但是我们还是会有蛮精致的一个屏幕跟做前景去做互动这样子。我以为他们在等你上来互动，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想跟你一起。你很冷是不是？我看到你我就有一点害羞了，他全身起鸡皮疙瘩，害羞的，对，他全身起鸡皮疙瘩。有需要放大吗？有需要吗？要这么大吗？哦，你刚刚逛了几个摊位啊？我刚刚啊，我才刚开始哎，你知道我？你好多 ，Oh my god， 你是富翁哎 ！Oh my god， 现场的妹子吗？那个摊主们注意哦，那个。还不给我叫爷！我们这边有一位爷啊，有位爷手上有非常多的钱，爷等一下去找你。难怪看到你经过的时候，一堆人跟着你。你看不出来我今天是来那个骚扰妹子的吗？您是，我相信你马上就可以找到您的小熊维尼，还有我那个小猪猪们。还有你的那个猫头鹰先生，我是小袋鼠。我逛展的时候的目标一直都不是男生，都是女生。哦，我觉得应该大家都是啊，我相信在场的大家都是目标是女生啊。对啊，真的吗？都是。你的目标都是女生吗？怎么可能？有没有好吗？他们刚刚的目标都是这个舞台耶。是还是其实他们想上舞台上完全没有人，还是在这边等哎。这次其实他们可能想要上来表演。对啊。有可能可以有一个表演，那个等一下现场发号码牌，然后有领到的可以准备上台。耶！好，那我们舞台再给你拍一下照，然后我们就请我们 idol 上。对啊，我只是上来玩而已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也是故意上来 cue 你的而已。我们的那个布丁可以准备喽。你要去哪里？我找一下我们家。我现在在 cover 我们在拍照，时间在做的样子，所以我先走。你要计划度那样子。好，拜拜，谢谢，我们谢谢鬼鬼。